最好笑的综艺大集合现在开始啦！欢迎收看《综艺大集合》，幸福海纳奖金上岗。来到这个花莲关呐，嗨，花莲。今天先介绍我们的特别来宾，首先介绍陈乐，嗨，小范范，欢迎，娜娜，还有我们的安宇啊，蔡小杰，夏荷西啊，哇哦，在这里好山好水好玩的地方太多了，是，大家来这边共襄盛举啊，暑假不需要出国，来到花东一趟，哇，来花东就像在出国了，就后生了。当然了，我们来到这个花莲哦，这乡亲朋友很多都在等我们呢。哎，对对对对，我今天带来一个新的游戏，应该的。而且呢，再怎么说，我马上花莲的半子啊。神秘，你莫喜，我莫喜花莲人。是半柱半柱，哎，花莲半子，所以带来新游戏。哦，新游戏。道具都准备 setting 好了。我们过去跟大家一起同，我来介绍一下。叫你的名字叫什么？啊，就是把对方摇下来啊，我摇你一下。下来，我摇你下来，来，新游戏，新游戏，我摇你下来，对，你既然提倡新游戏，你要示范一下，一定要示范一下。示范之前，我大概讲一下好不好？反正就两个人站上去嘛，那么有什么困难呢？哦，比平衡的，比如说两个人站上去可以开始摇啊、动啊、跳啊，把对方摇下去就输掉了。你找谁呢？我找谁都可以，陈论吗？哦，对，我觉得阿翔平衡感很好。哦，我平衡感很好，所以才想要这游戏。不能碰触对方哦。啊，不可以碰的，手不要碰哦。不能碰，不能压了，预备。我摇你下来。来了。你看，像这个就输，对不对？对对。发明者不一定会赢啊。没有，我是想说早点下来，大家有看到就好了。很刺激啊，很刺激。你要玩干嘛？对啊，女生都没示范，怎么可以来？女生，谢欣来。谢欣吗？小杰啊。好，下去啊。先上。一起。这个蛮好玩的。快踩蛮有用的。对。你们速度够快的话。你们。碰人的，没有没有，这样来举牌，黄牌，你手碰到人，手碰人，我没有，这边是黄牌，打牌打牌了，小心，不要咬人了，裁判咬人干嘛？我说你不能咬人了，你不能咬人了，来举上，不能碰到人，不能碰到人了，蔡小姐好像没反抗力哈，对啊，好弱哦，来一杯，一杯，好来。先摔了就输掉，对呀，也蛮好玩的，好玩啊，不错，来，这个游戏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来参加？谁要玩？第一组，哇，这个女生很特别，头发都染红，头发都红，来来来，你是张文琪的粉丝啊？那你头发怎么回事？做美发，你做美发的啊？为什么特别喜欢茄子色？啊，你说不是叫茄子，喜欢紫色，不是喜欢茄子 ，OK？ 所以染成紫色的。那我派谁啊？范范举手。好，小范范，好，好，来来，小范范来。来来来，来请。不要踩到人家脚哦。好，不要踩到人家。离开了，因为我咬你下来。来了。快赢啊！你的平衡不是很好哎。啊，哎，他刚刚那一招很厉害哦，小范范哦，一跳起来有没有重量全部在这边，在那边，他就倒了。那再试一下，那离开了，预备，我咬你，下来，来，到底谁会下来？你刚刚好几次这样哦，好来，这犯规了。对啊，不要用顶的。我咬你下来。上。刚想刚才还有。还有。你要站起来，站起来。其他已经坐着输了。他坐着了。坐下来了。来来来，我们1000块好了，1000块，来。好，谢谢，来先休息一下啊。还有没有男生比较紧张？男生有没有？
哎呦，教练，哎呦，不是 Chinese Taipei。哇，教练，什么队？蜻蜓队。蜻蜓队。你是蜻蜓队啊？蜻蜓的。啊，你呢？我是招跆拳道。你们在那边受训是吧？对，我在鲤鱼潭那边。哦，鲤鱼潭哦。那你是准备要参加哪什么比赛呢？选拔龙舟。龙舟。端午节都过了，还龙舟中？你们要选拔明年的世锦赛。方便啊，所以我都问世锦赛。世界杯锦标赛。哦。那你是储备国手吗？不是。还是练自己？老了。你老了。我的年龄知道我老了。看得出来，看得出来。所以你是自己练爽的就对了。有几段啊？黑带四段，所以你们俩不认识。哎呦，那两个可以 PK 一下啊！来来来来，好，注意哦。柔道一个是蜻蜓队的，跆拳的，不可以用手啊哈！你们用手，用力啊，加油！来了，这一个是国家代表的蜻蜓队。哎，你们两个其实互顶的非常严重，其实。这个过去一点，这个说实在，他也没推他，可是斜度会让他一直往这前。对对对对，所以你自己要控制啊。现在暂时你赢到0.5分了。他说说，赢半球了，半球了，半球，半球。要全赢两次都要就全赢了。对，手不要碰到啊，手不要碰啊，身体啊，不要啊。我邀你下来，来了，手离开。精彩了！刚刚的情况跟上一局一样，你用身体压着他，可是你们速度太精彩了。对，你们俩都很精彩。接下来是0.5的0.5平手，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了，来冠军赛了。等于三战两，三战两，他也不三战两次，因为他们都赢0.5分了。不要靠太近哦，不要相互。没办法，他们两个靠很近的。哦，这个技巧要很好的，精彩，跳要跳。那这个谁下来了？对啊，应该是他获胜了，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很精彩，所以他颁2000呐。来来来来，哦，这蜻蜓队的，你有一千块，跆拳道哦，因为那两个够精彩吧，真的很精彩啊，激烈哦，激烈好看啊。你有没有同事啊？啊，就你啊，就你啊，来来来，来承认承认，好不好？准备，要保持距离，保持距离啊，手不碰哦。对啊，来跳一下，跳一下。哇，成绩不稳了，双方很激烈了，啊，手不要碰，手不要碰，哇，好厉害！来来来来，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哇，大绝招了！不是，他年纪轻啊，当然厉害啊，对不对？好稳呐，对啊，速度快，速度快，他不要太快。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哎呦，自己人对决哦，你们两个是蜻蜓队，对不对？你们俩谁会赢，知道吗？你觉得呢？你觉得？他觉得是他，他觉得他会赢，好，他也是杀。OK， 来，觉得他会赢的请站过去，一人。压他的，我一定。他会赢的请站过来。我压这边好。先不要动，先不要动。压迫性很强的。我想请问一下啊，台主的，布农族的。哦，布农族的。访问资料的布农族的。布农族的，你呢？阿美。哦，精彩。哦。美布大对决啊！对对对对，要派出代表，你们输了。今年派一个人出来弹额头，你们输了请派一个人出来弹额头，弹对方全部啊，弹一个，弹一个就好了，弹一个就好了，好好好，好不好？好好弹一个好了啦，那我就站过来这里好了，你站过来这里，对对，但代表你出来被打，为什么我们到时候再一起讨论嘛，是猜拳，到时候猜拳输的不出来被弹，好不好？你们自己猜拳，输的被弹哦，好好好，好不好？这1000块奖金是给赢的哦，好好好，好，预备，来来来来。请上，冠军赛来了，阿美族对抗布农族，两位战士到底谁会获胜呢？哎，手不要靠了，前面一点，尽量不要，身体不要碰人哦，预备。哎，观众的，预备。布农族赢了，布布农族赢了。
你站在那边跑过来干嘛？哎，奇怪了，那镜头可以清楚你这样。你站过来干什么？我可耻，我空白，我可耻，空白。你刚刚没看到，是你选那边的，你还要站过来。OK， 你也选那边的，你应该选，你也是选那边的。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在这边等你。等一下，重点，瓜哥也是选我们这边的，你也是选这边的，你那边讲我可耻。对，哎，好像是在那边吗？不是，我是主持人，应该跟你们共同欢乐。哦，但是你们欢乐，主持人不应该跳进去欢乐吗？哦，我其实刚刚过去欢乐也是想说，啊，就欢乐气氛就带动大家，没有别的意思。谢谢，谢谢。我们刚刚已经够欢乐，来来来来来来，来颁奖们，来来1000块，颁奖，谢谢。好玩，这新游戏太好玩了，太好玩了，继续送幸福。Yeah, Let's go。来干嘛？会谈了这个话。好啊，要谈了。有吗？有讲吗？还这么顺，继续送幸福。你说现在怎么办呢？我们四个人出个手指总不难拿出来，这样是20嘛？现在才最遥远的人要被弹，越接近事物的就越接近越弱，越遥远猜不准的那你看。三好，你呢？你多少？那我猜12，你呢？我猜14，我13好了。1、2、3。十，来，没有，这是九，10、11、12、13、14，十二、十三、十四最接近，都过了，我们都过了，3好，太远了，怎么会猜三呢？太远了吧？来，你坐，怎么会猜三？他先猜的哦，他先猜的，太远了，我们会一人出一只啊，有可能啊，我们一人出一只啊，对啊，如果我们是1、2、3这样子，他就赢了，他就赢了，对啊，这不一定的，很难讲，很难讲，很难讲，这是预拿啊。来啦！要说不要要，1、2，谢谢谢谢。哇，好痛哦！他会啊，他会，他会啊，师弟好吗？对对对，原来耗子不在，你就偷练了。对，一定要学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红起来。啊，有。哇，一条，这完全是。这完全是公平的啦，对啊，非常公平，大家都随便讲一个数字，对，随便出啊，对对对，没办法，这运气啊，运气啊，来继续送幸福。好，来这边应该有很漂亮的民宿要介绍吧？是的，花莲啊，好山好水，好漂亮。嗯，其实我昨天就来了，昨天呢在这里待一天了。我跟你讲，那个民宿哦，在山的旁边，然后呢，景色非常的漂亮，有一个很大的草坪，你可以露营车整个开进来，看看跟这种禅身还有大自然融合在一起，哎呦，多棒啊！晚上凉不凉啊？晚上很凉，晚上不用开冷气。就观众比较注意的就是说这个价钱的问题。价钱对会不会太贵了？我们请老板娘来。啊，老板娘有来吗？有。哎呀，欢迎老板娘。有请老板娘。哎，这民宿店的老板娘。老板娘，哇，你好。怎么想要在花莲开民宿？因为老板他当职员当太久了。当职员当太久。对，他说想要办退休生活，然后带着很大的梦想。他以前喜欢露营。哦，他喜欢露营。对啊，所以是先做露营。哦。然后之后又想说，露营的客人有些时候遇到下雨会有长辈来不方便，然后再做个民宿。哦，那很棒啊。贵不贵啊？不贵，我们双人套房，这样是2800，平日2000。2800，2000，那 OK 啊。OK 啊。那有这个住宿券送大家吗？是，我们那个提供2张住宿券，那个双人套房的。双人套房。这个要送给观众朋友，赶快上网了。是，那请大家来这边呢住宿一下，是啊，民宿嘛，对不对？哎，既然开民宿，为什么这边有卖个食品？这是人家送的。哎，我们自己的另外一个事业。你们还做食品？还有做吃的。哦。做麻辣。麻辣酱。这里。哦。我们听过麻辣锅。哎。这是沙茶酱吗？是沙茶酱吗？麻辣酱。对，它是纯植物性的。纯植物性的。嗯。好，来，这很辣吗？我怕辣的，我没有办法。怎么你沾太多了吧？对，我有点担心哦。沾太多了吧？会很辣啊！它这个里面还有自然的味道，对不对？没有自然，不是花椒，香料的味道，你有花椒，还有泡椒，天然的新香。这你们自己有种的在做的？沙茶，对我们针对固定的农民在采收。哇，好辣！所以他就做来卖给大家了。对，而且名酸了。他自己说有机的啦，讲到也没卖的，给工人啦。所以也大家这样送给观众吗？有。好，这个了。哦，这个哦。麻辣世家就是回家喜欢吃辣的，你觉得还不错吧？蛮香的，蛮香的，蛮香的。一人在家拌那个干面啦，哦，那肯定好。而且我们强调是100%天然，确认，有没有防腐剂的，这样才吃得健康啊。既然健康，我们就送游戏给他好了，哎，健康好彩头。第一位来参加就非等闲之辈，哇哦，这光体重看90。
90公斤跑不掉吧？差不多，没错，没错。一看这种装扮就知道有来头了。哦，应该会哦。街舞 ，music。想想，我们前面要先跳，先跳，前面先跳，背头嘛，背头。主持人先跳，你还不跳？你不是街舞的吗？快点啊！不好意思，我是养生馆的按摩师。你是按摩师？按摩师啊！你按摩平常就穿这样啊？对。没有吧？你们都有穿制服吧？哎，你不才要职业像按摩师吗？很像 B boy 跳舞的。对呀。对啊，来来，椅子给我，椅子给我哈。瓜哥，瓜哥，今天你还好？哎，他真的有力耶。怎么说怎么说？他真的有，不是？可是他没有感觉，没有在出力。我按到穴位。有。我的肩膀，我的肩膀还算好的，你要不要介绍个硬的给你看看？水泥肩，那个水泥肩。我这个还叫铁打的身体是吧？来，好，你觉得我硬对不对？来，你按过摩啊？有啊。你看他力道真的够，他真的，我只是测试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养生馆的。哦，那好大力哦！对不对？他真的养生馆的。力道很足啊。所以我们再次证明他不是跳街舞的。而且瓜哥，你看他的右手的食指。哦。你看这个，那有。这个就是按摩厉害的。有茧呢。对对。简单的。对。那这样，你这种体重，我们也不能派太轻的啊。健康好点，董哥来。好吧，来来来，会会他，来先脱掉。啊，不要老是我们艺人先，后面才按。嗯。我们猜拳好了。好。输的先来，输的剪刀石头布。输的先来来。来预备，请站上去。丁少英啊，预备。哎，他是个按摩师，按摩师傅，他是养生馆，养生馆了。好，预备。好，这位穿着嘻哈的按摩师傅，哎，他的长短不相上下，还有漂亮质感，好快，快回来，他怎么可以那么快？你平常也自己保养？哎，没错，我平常都自己会按，所以我不怕痛。你真的假的？你自己？可是你是按摩有按脚吗？自己可以按。你自己可以按脚，没错，你自己按脚。你看碰到高手了吧？输了吧？我还没下去就遇到高手。他几秒？你要看九秒，好快哦！九秒哎，董哥自己常常按脚底哦。但是我是人家按，啊，人家是脚底按摩师，他自己有按的。来，请就位。来来，好，董哥来了，董哥也用漂亮式的方式，一次打两个。董哥也不会痛吗？会吧，应该会吧。你们一点点会，你都自己按吗？会有刺的感觉，有针刺的感觉。怎么可能哦？痛！你说整大块面积痛是不会。你说他身体还不错，还不错。这样子哦，脚底不痛的身体应该不错啊。算不错，算不错。带回来检验一下好了，好不好？好。他几秒？十秒。哇，差一秒啊，差一点点。你十秒在所有名人当中最好的。来来来来，椅子给我。来来来来。脚底啊，脚底有穴位嘛？没错没错。来，瓜哥你想试试吗？当然啦。对啊。你问题这么多，应该要试试看吧。瓜哥试试，瓜哥试试。等一下，我鞋子要脱一下。我这次穿的袜子没有动的哦。嗯。现在瓜哥来体验。家里面就一双而已，没有。对对，我要裤管卷一下。哦，准备好了，你就尽量吧。你看瓜哥什么时候好，什么不好？讲出来没关系啊。你现在按什么？你现在按的部位是？还好哎。肾脏。肾脏一样。哎，我肾脏还不错吧？哇。有感觉。你可以用力一点，没关系。哎，不客气。怎么叫肾脏？你会痛吗？我不会痛啊！我跟你讲，师傅，瓜哥的肾脏还好，你换一个地方。膀胱的膀胱，膀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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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到那里。还好哎，25对，25，可以用力一点了，可以用力一点。25是哎，你好厉害，短身哎，我不错吧？怎么我比你身体还好？你在哎，你在干嘛呢？在干嘛呢？好重。睡眠不足跟男生。哎，奇怪，我在按后面在叫什么？我不知道他在干嘛。哎，你在叫什么？下来。你干嘛？你在干嘛啦？吓我！
哦，刚刚是你的脚，哦，是我的啦。嘿，那你是中间吗？瓜哥，你的脚有没有被按？你自己不知道？不是，我拿他脚，不要快一点。你拿他脚干嘛？哦，你蛮大的，我刚刚。他好有力哦，他轻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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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感是怎么样？状况很不错，很扎实。扎实的，扎实的。哎呦，他有在憋，他在憋。现在是哪里？现在要换那个他的肝了。肝啊肝。他的肝比较肿。然后他瓜哥的肝比较肿。对。是为什么会造成肿？因为他比较疲劳。比较疲劳。肝嘛，汗又低的。没错，你看我汗。痛到一直流，一直流。痛到都冒汗，一直冒。那师傅代表瓜哥的老神经，老神经，老神经衰弱。老神经超。睡眠跟老神经这边。脑神经，哇，这真的痛了，脑神经，轻一点，轻一点，他快受不了。哇，瓜哥这个忍耐度非常好，谢谢，没错。哇，来5000块颁奖，5000块啊，没有啦，2000呐，我已经一身汗了，这是算终点的，好嘞，算终点的，谢谢你啊。哇，难得这个游戏有脚底按摩师傅来玩，还帮我们按摩。对呀，既然都说我这么健康呢，我不跳下来玩怎么可以？谁要挑战我？谁要挑战瓜哥的？来，请举手。谁要挑战瓜哥？女生啊，她仰慕瓜哥很久了。你好，你好，瓜哥你好。你知道我就跳出来啊？真的好喜欢你。谢谢啊，你是花莲做？我是台北人，嫁来花莲。哦，那你平常就运动吗？有啊。做什么？跳舞。跳舞运动，那你挑战我会不会觉得不公平呢？我比较喜欢谢欣。哦，这样子哦。啊，那我们三个比赛好了。什么事？说是没袋子哦。啊，那就你们两个好了。袋子不够了。我讲了那么多，你现在用不完了。先来。来，耶！跑回来哦，哈！健康好彩哦。好，来开始。是啊，这跑了跑。就对谢欣这种咖还这么认真，让我们太感动了。真的，直接颁奖吧。没有啦，你直接颁奖的问题就是谢欣玩不到。对呀，一定要让他玩。可是他是真的痛，他声音私底下跟我讲，一直要拿这个去烧掉。你烧掉还可以买个笨蛋，对不对？对呀，你笨蛋，你不会直接请辞节目哦。来啊，他就踩不到。是不是请辞也跑不了？我们请他当特别的兵回来。来，15个，到。来一位，你先来嘛。加油，弄完再说嘛。你们还没开始，你在干嘛？还没开始哎！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上去，上去！你们，哎，闭上眼睛啊，起来啊！你这速度太慢了啦！跑起来，快点用力踩啊！谢谢，你是老太婆呀！你的整个速度，还没龙光啊！哇，你还边踩边摇你的手啊，有这么难过吗？他的脸对跪下，他的表情呢非常的狰狞，嘴巴就是张很开这样。你还用气球的方式，还有四颗，快结束了，快结束了，一次两颗，他发出了很难听的声音，这样音乐啊，音乐痛啊，很痛，赶快把它抢进这一关，快来一个。20几岁的年龄，身体像80几岁了。对啊，54。结婚金了，恭喜获得2000块。来，孝熙，谢谢。恭喜，我拜托你们，拜托，拥抱。等一下，你越是这样啊，人家越挑战你。对对。你来，通通来挑战我。对，通通有没有在挑战谢熙的？谢欣，每次看你玩健康好彩头，我都是一边不忍心又一边哈哈哈大笑。瓜哥说得好，不要害怕，要勇敢面对恐惧。下次你再来挑战，一定可以赢的。反正你就算害怕，观众还是会指名你玩的啦。既然来到这好山好水的花莲，一定要到处去看看美丽的景色。接下来要介绍花莲什么特产呢？让阿翔本和你猜。
接下来呢，由我来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这个寿丰乡一定有这个在地的这个特产嘛，应该嘛，对不对？我们得难得来，是还没人出来，我们来做整个介绍一下。有那个农会总干事已经来了，总干事，哎，欢迎总干事啊，欢迎总干事好，总干事你好。你好，你好，你别翕相啊！稍等下，稍等，我去介绍总干事。总干事啊，总干事啊，总干事哇，总干事，来，我们上次介绍的这个是寿丰乡这附近的环境哈。哎，对不起哦，大家误会了，因为我不是总干事。你不是总干事，是总干事啊。可是你穿的像总干事啊。那总干事是哪一个？这边看。大家录音嘛？哦，你是来看录音的。过来被误会说总干事，其实总干事是我们这个漂亮的小姐。哎，对对对对，是啊，不是我，你是总干事啊？是啊是啊，报告。高大人，你好，因为他看起来比较像总干事啊。你是做什么？你是什么？我是农民代表。代表，麻烦到旁边讲。谢谢谢谢。这没事吧？你没事不要乱介绍嘛。谢心呐。对呀。不要乱刷。那总干事在这边还叫他到旁边，你为什么叫他到旁边去？我。对啊。你说他要拍照，请到他旁边的。他像不像来拍照的？对啊。对啊。您刚刚这么忙去买完菜回来？不是，我是去拿我们寿丰最精致有机。产品送给大家，还这是礼物啦，送给大家。这是这是苦瓜片，这个是我们原住民的山苦瓜，小小颗的山苦瓜，小小颗的。这个是有机的栽培，那这是南瓜营养餐，南瓜的。这个是没有加牛奶，是加米的，麦的米，是很养生的。对对对对对，这个是鲜酱油，咱这边小叫出名的辣对吧？哈，啊我做辣导。有白酱油这样，还有在点工的啦，还有这些，这是小菜，这是老菜粿，还有菜粿呢，老菜粿，准的，这个包装也经过设计的，设计对对，这个是什么购物袋？哎，购物袋，哦，下一次你要买市场的时候就，这个很有用哎，还可以这样子，这样可以这样，对，警方逮捕了一位现行犯，不要你不要，不要打他，不要打他，不要打他。老铁，我有反上面嘴啊！哎呦哎呦！这种花莲县哈，寿丰乡的果苑里，哎阿弟，阿弟来，你要给我总嘴啊！你是派克，你是总干事，我农民呐，我是他的农民啊！哦，你稍等下好不好？我你介绍个一半嘞，好，你稍等，你稍等，好，拜拜，现在有人来 Q 做一个事情来哈，阿弟记得我的。这给带了3000，3000，哎呦，一份都是3000块左右。帮观众谋福利，对对，好不好？你是原住民吗？一半。你背的这个，这是你的书包啊？这个是现在是丰年祭，花莲的丰年祭，这很漂亮，很漂亮啊。这个叫做情人带啊。情人带啊，哎对对，是你们自己做的？哎，那个我们原住民的一个手工艺。是里面有情人果是吧？不是，我想是只有你交代的红包了。情侣，你准备红包？真真高兴的见到你，满心欢喜的欢迎你，欢迎赞赞赞，欢迎赞赞赞，我们欢迎你。所以你这个只装红包，欢迎郑总干事啊，这个袋子没有送嘛？没有了。可是我看了好几个，借我背一下啊。这个要多少钱？这个要3000块。3000块。这个有的是手工的。这个很漂亮。很漂亮。刚刚有个朋友跑进来是谁啊？农民呐。农民啊，来。哦，农民你好，你好。来，好的，辛苦了。你进去来啊？哎，今麦刚表示，今麦正在刚开始，今天采收的，今天刚采的，甜哦，哎，不是甜，还有水，还有水分，还有绵密，哎，谢谢谢谢，哎，对不对？好，等一下我要送一盒给瓜哥，一盒卖多少钱？现在哈，那没事，这个五颗的哈，我们都卖到1300了，这么大盒子才装五颗，哎，才装五颗，哎，你酒多大？哎，这个是6颗的。对呀，你们那不值啊！你那你乱讲，你老板，你看他乱讲，说他装5颗，我说我装5颗，他说6颗就8颗。没有啊，因为这个哈不是为了处罚你，这个没收。不行，你这样乱讲一通啊。对啊，对啊，你准备几盒？要有信用啊！啊，准备几盒？啊，我准备5盒，送给观众。可是观众要买去哪里买啊？
电话这边来，可以往上也有，网络上也有，是啊，就送给大家了。对，那这个也不送了啊，先还给你吧。好，谢谢。来，我们就介绍给你是马到成功，对呀，有总干事的赞助，让我们这个啊马到成功更加精彩，大家踊跃报名，奖金往上高。好，来来来，第一位，欢迎第一位，欢迎欢迎。你好，贵姓？姓徐。姓徐啊，啊，这个是，这是什么？颁奖。颁奖，颁奖，哎，奖状哎，哎，真的哎，这是颁给谁？颁给胡官。啊！我知道了。我们的节目啊，太有意义了，是走遍全省推广农渔业观光啊，是是是，不遗余力，功在党国啊，功在党国了，所以特别他印了奖状来给我们。我祝你大吉啊，跑遍全国各地，振兴农业，发展观光啊，获得行政院的肯定，谢谢肯定。是，那么由这个代表啊来颁发这个奖状，那请我们祝你大吉的代表吴官向前一步，接受。谢谢，这个我们中医大集合呢，走遍了全省啊，每个都有我们的脚印。对，尤其来到花莲这么有人情味浓厚的地方，是，就谢谢这位的肯定。上面还有傅昆萁县长的，哎，县长的，县长的，对，这可是行政长官啊，上面主题你看一下啊，写写的，他应该是献给西瓜的，给献给西瓜，西瓜瓜，哎，不是，哎，你写错了，我叫胡瓜，怎么就是西瓜呢？你按西瓜。不哪里，你奖状为什么印错呢？啊，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女儿在上课，所以是代表我女儿来要你签名的。什么？这个奖状是谁的？我女儿陈彩珍的。你女儿的奖状？你女儿的？你不是颁给我们啊？你们颁奖什么颁奖？我，你跟你公去获得行政院肯定。我怎么知道会有人拿奖状来给我？拿女儿的奖状给。等一下等一下，我看谁。花莲县政府奖状，真的。陈彩珍是谁？陈彩珍真的。是你啊。哦。参加102年第二届大小眼，大小眼什么有小小眼？什么有大小眼比赛？小小眼，这里是小小眼睛大大世界。啊，我以为参加大小眼。你把眼睛张开好不好？你才是适合参加小小眼的。主题是什么？西瓜日报。对。啊，他校园小电影主角。微电影啊。啊，微电影。你要戴眼镜加出来。等一下，你女儿奖状跟我们什么关系？对啊，你出来拿颁给光哥，颁给我干嘛？因为他很崇拜你。啊啊！结果他今天要参加小记者培训。哦。几岁啊？11岁。所以他要完成什么心愿呢？要让你签名。啊，签那一定要完成他了。啊，这样在他上面比较好一点。加上我的肯定，那就值得了。对，真的。那其他要签吗？不用的，他没交代的。对对对对。不是，这样就对了。但我不用签嘛。不，一个人签，这个价值连城啊，签太多，就跟那个球签一大堆有什么用呢？对，好来来来，这个要当价。是是，说好说好说啊太感人了。谢谢谢谢。花莲太有人情味了，跟你女儿问声好，太好了啊！谢谢妈妈辛苦辛苦，谢谢。哇，你看多有人情味。怎么了？是不是？我还要拿奖金啊？你要玩游戏啊？对，试看看。你不是来完成这个心愿吗？对了，就是为了有这个才有机会嘛。好，这是真的了啊！真的，那就跳这个三层就6000了好了。下面6000呐，你不能因为这个样子。好的，那总干事来了，我们这样啊，也加码了，一人1000了，2000了，好来，来2000块，你们，马到成功，好，加油，为了你拼了，拼了，为了陈彩珍拼了，有没有碰？有没有撞到？有撞到，有撞到，他有撞到，撞到啊！要问他自己啊，问他，问他，因为他的女儿都当模范生，他一定很诚实嘛。对对，问他，问他。对对，你有撞到吧？有没有碰到？有，因为女儿是模范生，妈妈也会老师，真的。对，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加油哈，加油，加油！来，妈妈，一定可以做到的啊！预备，三位千金的力量，加油！为了女儿陈彩珍，妈妈加油！哇，多了，很可惜哦，这总干事。那这样这么辛苦，我们要不搬1000块给他？好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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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给你高了一点啦。不是，不是，不一定你搬的，是你搬还是我搬？你讲。你搬，你搬。我搬了，好来来来，我们搬好了，来来。这我们的总干事先省起来了。好，不要跟他吹了，不要跟他吹了。总干事，总干事说了算嘛，好不好？谢谢啊。这么伟大的妈妈可以抱一下吗？啊，太好了。来来来，这个再送给你哈。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妈妈大太阳底下帮女儿完成心愿，嗯，那我这块妈妈就后悔啊！哈，对，来下面一位，哎呀，下面，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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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Sushi, 沙西米 ，Sushi， 沙西米 ，Sushi， 沙西米 ，Toro， 不是你来都没带 Sushi 沙西米，对啊，你卖日本料理怎么卖成这样？那卖鱼饭也可以来。我不是做日本料理，你不做日本料理？不是啊，那你穿这样不是卖日本料理？热，天气热，所以你绑这个干嘛？流汗。流汗了，他不是日本料理，这个Osaka。对啊，你不是你不他日文六个字哎，这个给大家猜都卖日本料理啊。对啊，那你做什么生意？牛肉面，大王包牛肉面。牛肉面卖牛肉面，是的。有人穿酱卖牛肉面的吗？穿酱是说不是卖日本料理，卖牛肉面。其实我觉得说这个还说谎称自己总干事的，他就是他就是总干事，他没有谎称。可是曾淑仪总干事，按摩师有问题。可是啊，你看按摩师穿的像皮套，应该说他们穿的衣服很鬼怪啦，对不对？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好了啦，没错，自己没有穿出自己的职业的。你卖大碗公牛肉面，是没有创意的，没有创意，不是卖日本料理，不是。那你今天来干嘛？比赛游戏看瓜哥，好看我啊，看到了吧？看到了，谢谢。好，谢谢。哎，你不能这样，刚刚有奖状，你都很挑，你这马上抢啊！每个人都很难猜啊，总干事也猜不出来，他也猜不出来。对，那个脚底按摩我们也猜不出来。他猜不出来，猜不出来，那不重要。那就不要猜了，好不好？不要猜了。来来来来来。啊，男生从四成开始哦。2000了，2000了。对，1000了啊。你们。哎，牛肉面大哥，四成啊。等一下，今天往上加一层呢，那就2000了，是4000了。好了，刚2000，刚2000，来一杯。来，哎，那下面是哎。真的卖牛肉面的吗？真的。你吃过他牛肉面吗？有。你不能说谎。我不能说谎。有大碗公，有大碗公。好，来，要表示你真的卖牛肉面的。一碗卖多少钱？一碗75块。75块。便宜啊！学生嘛，学生。来一杯。台湾好岛啊！好，6000了。什么岛啊？6000了。6000块，一个上半身。一休你干吗的？有没有？等一下，问他，问他老不老实哦？问他，问他，说不定哦。你有过吗？没有嘞。哪里撞到？那你看了？好诚实。花莲人穿着虽然不老实，但是行为都很老实。他没有穿着不老实。不是啊，我说穿着很难猜，可是他们行为都很老实，碰到就碰到。真的。对，还要再一次吗？给机会。有这个提名吗？有，一定要的。摸一袋，还没讲。摸一袋，哎哎哎，来就滚！哎呀，你。过不去了，因为没你了。不错啊！这一次跳过去的时候呢，是这样子，身体这样子倾下去，就不会碰到了。很厉害，很厉害，他屁股做大。但是呢，这个因为越高越有挑战，人家日本人更厉害啊，十几层啊，所以你要加油，7层对不对？对，7层呢？7层，你不要再加了，我个人加到10000了。现在6000了，我再加4000了。好，10000，我个人加。过去10000块啊！10000了啊！跳个鬼啊！加油！10000块了。很难呐！太颁奖哎，3000啊！等一下，总干事3000块，真总干事真属于，谢谢。哎，3000块，谢谢，谢谢总干事，来大集合颁奖3000块，辛苦了，我们得到碗公牛肉面，阿姨大家来吃，阿姨大哥在吗？谢谢，哎，下面一位，欢迎，你好，这一看就是百货公司柜台小姐，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这美甲师，开美甲师，对。我跟你讲了，怎么猜都不肯猜运动员呐，你一定是小护士啊。他们呢，永远穿的跟我们猜的不要像。这个各位看到以为他是运动，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花脸都这样，已经被骗5、6次了。花脸都这样。头发那剪，你看。啊，美发业，美发业，是美发业的吗？不是，指甲。柜台小姐，宠物美容。百货公司柜台小姐。哎，不是。不是。哎。好难。指甲啦，指甲。助教老师。对。
幼教老师。可是因为什么？不是不是，槟榔西施。不是，我们才差太远了哦。要差远一点了。差远一点了。因为什么？啊！所以你的工作是？我是那个划龙舟的那个集训的运动员。你是运动员？你是运动员。那你穿错衣服了，你怎么穿运动服嘞？你怎么穿运动服嘞？休闲啊，我跟你讲，就是要大家就是夏天就是要一起穿。户外运动一下，溯溪啊，冲浪有没有？对，我知道，那个 OK。可是前面你们看有一个按摩师穿的像穿嘻哈，刚刚那卖牛肉面的穿日本料理，没有，他可能啊，刚刚的都是花莲人，他可能不是花莲人，你哪里人？宜兰人，对吧？就穿的就是那你要先讲宜兰，你哪里人？宜兰人。你是运动员对不对？对，那就猜对了。要先讲哪里人呢？对，如果花莲就不是啊。对对，你是女的对不对？我是女的。对啊，有什么好猜的？这有什么好猜的？啊，你猜的都。这样可以猜得出她女的，我不相信。有，你可以猜出，可以啦，可以吗？你猜不出来吗？猜不出。真正的哦，这个比较难猜了。这个是兄弟啊，是女的，看清楚，真的。其实本来蛮好猜的。哥们啊，其实他这人还是猪。哎，这也不好猜，难猜了。好猜，好猜，好难猜哦，队长。你这个题目太难了啦。太难了。你可以找不要那么接近的吗？不能。哎，请准备，准备。可以翻转吗？你们。好来，这应该轻松了，这运动员轻松了。哦，他还有两三层。对，已经跳过去了。对啊。总干事，我说他像男生没错吧？那根本跳过去还有一节啊。对啊。这根本来骗我们钱嘛？来一遍。哎，你们蜻蜓的。接下来是啊，两千啊。两千啊。是，对啊，两四千啊，四千来一位。哎，两千。走。走。蜻蜓队走。哇，差了两层，差两层，这样怎么加啊？这样子开玩笑的嘛？啊，不是，不能这样讲，人家有实力就是来挑战的啊。不是啊，你不能用男生来做女生的一些体力啊。你不能讲女生嘞，是差很远呢。而且他是职业运动员呢，啊，我们都是一个一般老百姓啊。这五格，他对他来讲轻松啊。对呀。来跳舞吧，那还是要给。那怎么给？6000啊？一样，三千啊。其实我现在不会冲动自己家了。当然。对不对？来哦，三千，6000块钱。过是一定过，他脚碰到了。问他，你脚碰到对不对？对啊。你不要这么冲动，你是还有差那么多。对啊，你很厉害的。来，继续啊。再一次啊，你碰到啊。我们一定要让他好好拿奖金一下了，准备。啊，脚打开一点，不要碰到哈。来，再看一下，这些有没有？哇，对，很轻松啊，还有一节。接下来6层呢，我不会加了，我个人不会加了哈。这有难度了啦。对，没有了，还会过。会过吗？还是会过。4000，8000啦。8000块了。8000来一位。8000。哪有那么多距离？来。好，没关系，等一下，还要挑战吗？还要挑战，七成呢？现在跳下去呢？嗯，我个人加好了。对，这个应该可以加了，好不好？可以出手，你不用再出手了。好，我个人加到10000了。2000嘛，对啊，4000就8000再加到跳过去就10000块就对了，来一倍，也就这个同学跳过，因为他会过，8000我就可以加了。7成很难的，10000块钱，过不去，过不去，太高了，再喊高一点好了，这个过不去了。我跟你讲，再给他一次机会哦。就加到12000好了，12000，我个人4000。你刚刚他跳第一次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加到12000？因为我觉得他有机会，后来看根本没机会。所以你现在才加？加。哦，你是这样子出手的？当然，完全了解了。对对对。嗯，就有骨气，跳过去给瓜哥看一下。对，你给我难看，我就给你4000，好不好？好不好？跳过去加12000了。来，加油啊！哎，下。12000，15度，有没有？12000，有没有？好，4000，总干事。
谢。哇，已经很厉害啦！谢谢总干事，谢谢总干事，来恭喜你。你是哪？你是宜兰那边念书对不对？我这里训练。现在准备明年的锦标赛。对，加油了！宜训来花莲，加油！谢谢，加油！谢谢，谢谢。谢谢总干事，谢谢。今天你花不少钱了，不会不会想睡觉。是，欢迎来阿林剃头了，谢谢。我们继续送幸福，谢谢。今天就来到花莲，好好介绍推广一下了。啊，好水的花莲。接下来介绍是你来介绍，你来介绍吗？不是我。谁？来，什么声音？啊？怎么有人要咳嗽咳嗽？我觉得咳不太出来，对。这个人奇装异服呀，我穿成这样哎，这个人好奇怪哦，奇装异服的啊，我知道的啊，你看在这个度假的地方啊，大家的哎去游泳冲浪之后上来怎么样，一定要喝生啤酒了，生啤酒，你看哎这个九叔小姐一般都是用九叔小姐，她用这个很有创意啊，九叔一般都是九叔小姐，一定男生九叔先生有创意，等等等等，为什么哪里看得出是你看，我是在卖这边写的生啤酒啊，哦生啤酒的生啊，生啤酒有创意有创意，闭嘴啊！大胆无礼啊！我是不是啤酒？我就是牛。你真的是牛？对不起，你看字怎么看一半的？不是啊，那这个像不像生？啤酒，你蛮像生的。哦，这是我那个图腾，代表着我奶奶天庭的一方之霸，牛魔王。好，是牛魔王啊！名称响亮。哎呀，你好你好，牛魔王很熟悉啊。对对对，就有那个夜市超卖牛魔王是牛肉的。牛排有啊，牛排有面条，有荷包蛋，有。哎，我想请教一下啊，是，你可以不介绍？看样子你是牛肉专卖的嘛？对啊。你们介绍那个部位到底是什么呢？阿光呢？这边有个图哎，对对对，看一下看一下。对啊，我们都看不太清楚，你要不介绍一下？你有这个教材的话，我就好说了。对，那这个实际上这个牛啊，对，你说这个纽约在哪里啊？就在这个腰后面，这腰只有那胸前肉呢？就是我不建议你们吃这个啊，我建议你们吃沙拉。沙拉呢？它这个肋骨这个哦，好，那个肉比较好。当你把肉吃完了，里面的啃那个骨头。很舒服的，那个鸡开胃啊，甜美啊。丁骨嘞？那丁骨啊，这上面没写丁骨啊。丁骨不用了，你松板牛的话呢，一口牛就两片而已，就厚实，这个腮帮子在这里啊，在这里。所以如果你们点，所以你是牛肉专卖店的了哈。我跟你讨论这干什么？啊，我不是在卖牛排的啊，也不是在卖牛肉的。从牛，我是牛魔王是卖牛排的。里面，哎，赫赫有名的牛魔王。我知道。哦，是牛魔王。我没有看呢。但他老婆是铁扇公主啊！对对对对对，哎，你还有点知识啊！可是我们常常看的唐三藏取经啊，都是猪八戒、沙悟净、孙悟空啊。对啊，你跟孙悟空熟吗？我们俩可以说是啊八拜之交。哦，他称我一声牛哥。哦，我叫他猴弟。哦，这样子。尤其他是叫齐天大圣嘛。对，我们俩封为呢平天大圣。可是我们看那个《西游记》，连孙悟空很厉害，七十二变的，没人比他厉害，你会吗？二变算什么？他会，我也会，你也会，他也会七十二变。哇塞！哎呀，牛王七十二，你变了，你变了，你变了！预备，来！美丽新鲜，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人不爱每天，祝今天别气馁，就快念跑到一边，不管任何改变，把这一切飞上天。莫名其妙哇！好棒，我有两个 dancer 哎，好会跳啊！你是这样七十二变？群魔乱舞啊！啊！我跟你讲过，我的七十二变不是蔡依林那个七十二变。那你是什么七十二变？就是像老孙啊，还能够那一样，一下变老虎，一下变狮子，一下变蛇，一下变蚊子。啊，你真的会变啊！你会变吗？我也能够说变就变。真的假的？变另外一个人出来。那你变给我们看。好，牛魔王七十二变。注意看哦，天灵灵，地灵灵。牛魔王变得最灵，哎呦，哇，哎呦，牛魔王还能变猪八戒啊？那你曾经这样，你曾经这样骗过老孙吗？我骗孙悟空了，是因为呢，当时他们一行要经过这个火焰山啊，那基于我跟这个老孙不是哥们吗？对啊，拜把子啊，所以呢，我就呢变成猪八戒哦，想要骗唐僧肉，因为。我牛魔王呢是不可能跟我老婆的，哎，拿到那把扇子哦，老猪拿到那把扇子，得意了哦。唐僧也非常的赞美我，鼓励我，唐僧也哦，二师兄，你表现太好了哦，这样子啊，哎，后来我就靠这把扇子把火焰山的火一扇而灭。其实他比那个牛魔王更像啊，对，你变得好好哦。
所以你只会变牛魔王变猪八戒了，你只会变猪八戒吗？开玩笑，我是谁啊？不是啊，你变都是那样子的体型，你又不能变帅，你可以变个帅的，真的变帅对不对？我们就厉害了。这样跟你讲，我的强项是帅啊，真的吗？这个字，这个难哦。对，家里面你说牛魔王变猪八戒不是很难的，如果猪八戒再变成帅，那很难哦。哎呦，你看鼻子还会动哎。哎呦，这鼻子会动哎，这鼻子真的跟连为一体的，对啊，好厉害啊！这在动的表示我已经，我也想变了。好，要变吗？要变啊！你说变我会敏感。变帅啊，变帅，你不能变帅哈。好，变帅啊，很帅啊，有办法吗？零零零，地零零，看我牛魔王变！哎呦，哎，请问这变帅是变谁？这谁？这谁啊？是谁啊？也不是哟。啊！사랑합니다啊！韩国人，사랑합니다，안녕하세요。这谁？这哎呦哎呦哎呦！下雪！哎呦下雪！啊！我知道了。冬季恋歌，冬季恋歌。下雪了！哇！哇！你卖软了啦！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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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向观众讲啊！等一下，是谁哦？我先跟观众报告一下，这是他个人行为，跟本台民视立场没关系。我是怕大家违抗议民视丢鸡蛋。你这样写字幕啊？啊，要不然大家我以为说啊，我们是双胞胎，其实我们不是啊，不会吧？只是太像。你想太多了，你想太多了。没有这种事。哎呀，不是，哎，牛先生，这样变帅吗？他对啊，这样也变帅。说实在，有比刚刚那个角色帅啦。对，你讲话就很得体，真的。有比刚刚帅一点啦。但是你这个每个人对帅的定义不同啦。对啊。但是你这个还是差太多了啦，不是，你也不可能因为这样子。你还有苍蝇飞上来。不要！麻烦可以变回来吗？刘先生，你可以变回来吗？哎，不行了，好了。不来，你帅，你可以变回来吗？好吧，来，那我再回去变成我的啊，牛魔王，一方之霸。我们知道你会七十二变，厉害，来，大家鼓励啊！叫做牛魔王，好吧？哎，牛魔王，牛魔王的我最灵。哇，你是前面都有变了，可是赔帅耶，你看到没有？赔你个头啊！这变的说实在的，20%都不像的。对，然后他是有在变，但是这个脸都一样，一点不像啊，脸差很多啊。变这几个角色，你们都不太买账的。不是啊，你会变是会变，我们承认你会变的。不行，你再给我个机会，我变啊，你们绝对会觉得最像的。就裴勇俊他签的那个新人，什么什么从星来的，什么那个都敏俊有没有？牛先生，你卖卵了！你看，你不要再变了，哎，不要了！大太阳底下，大家看你这样变都快中暑了。对，你今天只是要变，然后我等看变魔术就好了。你再变，我们火气都来了，火都来了。你变最像的就猪八戒了，其他不要变了，气死你了！这样，你告诉我火什么？火气都来了，都有火气啊！对啊，那太好了！你今天来到底干嘛嘛？遇到我算遇到贵人了啊！我今天要进的东西啊，就专门啊退火，退火，让你们的火气啊。燥热的这个感觉啊，整个都变成心凉消暑。在哪里？就是怎么退火的。好，那你们想看吗？那当然了。对啊，不然你来干嘛？跟着我。哦，跟着我牛魔王走了，好不好？来，金斗玉。哎呦 ，Come on。哦，我走了。哎，啊，头给你好，你好，农民都很辛苦啊。我这里，木子里啊，木子里啊。木子里，你好。这平时什么会？我们是退会，这是啥会？这开始退会是啥？百合，这是百合，对，百合，这百合更假。百合不是花，它不是花，哎，跨岁啦，跨岁是香水百合。对啊，它是观赏。一般我们是不是送人家的时候，家里，它只是观赏，香香。伊是伫欣赏啊，看是香的，所以这是这啊，这是这无唔是，啊，品种无共，无共，这是食用百合，食用这是观赏百合，对，观赏百合，所以伊会在，但是伊无香味吼，这个无香，这足香的，而且足香，嘿，但是伊有这味啊，有啊，无味啊，伊这无，伊最主要是迄个秋凊，爱咱爱食迄个秋凊啊，起码够香，哎，我你看啊，食用百合啊，哦，这样哇，对，现在退会啊，这这，哎，对，退会，这这半年啦，李大哥哎。这是半年啊！哎，对，快掉了！哎，更小货不？这今麦市价一公斤都1400到1600。哇，多凶呢！难怪他说这个产值价的，对，跟气候有关系吗？八五应该让你这样讲。跟气候有关系。
气候嘛，气候花莲几天的哦，花莲是属于什么气候？多水。它是潮，比较潮湿，比较潮湿，比较冷。哦哟，哎，啊这，安尼就雪啊，对不对？雪啊雪啊，这半年啊，种半年啊。对对对。我看就是人种田啊，种油啊，恁遐种些。哦，这靠迄个价值感。真的哦。啊，这物件歹种。啊，你种偌久啊？哦，这种头尾走十年啊。伫倒位来？这品种是荷兰的。啊，荷兰哦，荷兰哦，荷兰这摆挑了袂歹。这是经过咱花莲农改场一个推荐，啊，伊吹出来品种。像花瓣哦。对对对，这蒜头嘛，这蒜头。蒜头。养生哦。好脆哦，好脆哦。你看啊。哎呦。很稀。什么味道？很有淀粉的感觉啊。这么好。伊就是喂起来了，伊就是淀粉，然后搁爱冰透一个月，从淀粉中的糖蜜啊一个月，啊你若冰一个月转过了，搁较好食。冰一个月伊就做好食，那几个月哦，一定啊。那像冰冻还是讲冷藏？冷藏就好。伊是伊这冰一个月嘿，哦，伊冰一个月啊，就一个月。就好，伊食个口感就完全无同。等一下，吃起来，吃起来像鬼啊，吃起来像莲子哦，黏黏的。哎，对对，这个是现挖的啦，有黏液，但是还有饱足感，这冰激。这冰柜，冰柜啊，对啊，一个月，你转换过了，跟我差，我差多少？你来来来，看一下，嘘，好像还是这么脆啊，有甜味哦，甜啊，脆度是一样嘛，哈，脆度是一样，但是怎么变一个月就变比较甜了？它已经转换过了，它那个原味啊，这个挖起来吃呢，它就是有后面有点苦味了，但是不难吃，有粘性，粘，有粘性，但是冰过一个月进去呢，口感是一样，可是它变甜的。有有好甜哦，变甜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它冰过之后被转换，转换成葡萄糖，葡萄糖对对对，所以才变得甜。那这个，这个真的很棒，台湾的农产真的了不起，真的呀。多介绍这个好吃。台湾很农耕队都到世界各地去啊，教他们怎么种了。对，这个是荷兰来的种子啊，没错。所以你看呢，荷兰有很多也很多农作物，是我们只要能对台湾有帮助的，都会引进来。是，这个小潜龟壳哦，哎，这也当料理呗。哎呀，你有料理哦？有，我带来请你。准备好啊！哎呦，你头螺栓唔免等了，今晚就来啊，好不好 ？OK， 来来，行行，欢迎欢迎，谢谢谢谢，谢谢万太太，你好，副总，太好了哈，哇，阿你今要先食多几个？我今把这是玉米甜玉米，还有就是百合沙拉，嘿，就小黄瓜，这个也有嘛哈？嘿，对，这个酱料是我们自己种的红萝卜加柠檬，非常好吃。对，各自酱料哦。所以您是说要用这个当蘸料？对对对。哦，你们吃看看，非常好吃。这个就类似像和风了。哦，感觉怎么样？哦，好健康哦。对，而且跟日本和风酱一样啊。哎，很甜哦。对对，好吃哎。这个酱好棒哦！吃这个配上大自然也太幸福了吧！真的不错哎，看到没有？哎呦，来吧，番茄自己种啊？对对，通通是我们自己种的。看到食材，嘿，现在番茄也是很少人有啊，我们也是有。真真的好吃吧？椒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那个。哎，百合跟馒头，我们这个皮都是用百合下去蒸熟，然后捣成泥，做成皮的。啊，里面里面加一些那个鸡肉这样子。那里面酱是什么？这个下面的酱是我们种的日本栗子南瓜。南瓜，对，你有种就对了。对对对，这像鱼丸一样，是不是？对呀，它是用这个杏仁做成的皮，百合做成皮，里面还包一些肉，你看到没？对，要捣成泥之后才办法和酱和面娘。哇哇，像我们的南瓜也是非常好吃，好像马铃薯哎，对，它营养价值觉得好稀有，有饱足感。这就是主食哦，是，像那个马铃薯泥，马铃薯泥，那这个呢是？这个是那个我们自己种，因为我们自己有种蚕豆嘛，我们家里如果一些家庭主妇有什么食材哈，都可以炒百合，因为百合是很好料理的东西。像我们有彩椒啊，有那个蚕豆，还是有那个虾仁，都一起炒，一起炒在一起。我那个讲，你虾养在哪里？不好意思啊，大家配色一下。虾养在菜市场里啊？对对对对。老家不是你们自己养啊？我没有那么厉害啦。我以为这个在西边你就养虾了。而且你这个百合啊，你看到没有？煮完又比较软，没有那么脆。对，又不一样口感。对，煮过就很比较像淀粉，对不对？是，更像淀粉。它像马铃薯，它还是有微微的甜味都还在，特别觉得好吃。哦，真的好吃。那这个是？对，下面会。
这个是百合的礼盒，这是烤过的吗？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们挖起来，我们是最天然的，所以这个是冰过的，对对，冰过的，一个月以后，它由那淀粉转成葡萄糖。我们不洗的原因就是说，它洗了以后会含水，会很烂。难洗的，你进口的它都有防腐剂，所以它是白色的。所以你这个是没洗过的，没洗过，没有，没有。那你洗它就不容易，它可以保存，就是拿。寄到家里去，如果你要吃，再把它洗。是是是，这跟那个草莓很像，草莓洗就烂了。对，不能先洗，它会含水，那就回去可以把它冰在冰箱里面嘛。对，放在冰箱里面。这是冷藏，对。对，要冷藏。想吃就拿出来洗，就这个送给大家的。对，太好了。观众朋友上网，百合鲜果礼盒送给大家。对，哇，真的吃的很幸福。百合祝你百年好合，百年好合啊！赞赞赞！那我们就送个幸福给大家好。好，对对对，幸福大风吹。好久没玩了。啊，幸福大风吹啊！对。加油了，哇！你这样你会不会要吃亏啊？会啊，会啊，是妈妈的呢。对呀，那你那么年轻啊，那你为什么还来参加？因为我喜欢胡瓜。哦，对啊，天大胡瓜，我觉得代替你跑好。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观众很奇怪，他说这样不公平啊，那你为什么还来参加？他还是来参加，他还是要来玩的。喜欢胡瓜，好，你喜欢了，先让他玩了啊！来来来来，状态就要轻一点了，这边轻一点，哎，幸福。大风吹，咿咿呀呀，咿咿呀，咿咿呀呀，咿咿。你看，我的第一个就是妈妈嘛。我在小鸡刚想夹上，抱歉，我跟你讲，不是我跟你讲哦，你今天根本就来上戏，爸，这样不公平。娜娜，你来代表他，好，好不好？啊，这样啊，那怎么代表呢？他这怎么做？娜娜，慢慢。你比较瘦对不对？谢谢你，谢谢比较壮。你代表他好了，好不好？你代表他好了，要不然我们要欺负观众不好。好不好？起来，重新起来。他现在不是我们艺人哦。我知道，他是代表妈妈。妈妈，我等一下一个第一个把他撞走。来，交给我。哎呦，等一下，你们三个是一组的，来来，谢谢，谢谢你们三个是一组，一二三，叫叫叫，好，可以。你盯他哦。你们。来在广美幸福大风吹，嗨呀呀呀！等一下，我跟你讲，我完全有感觉，两次一模一样。他很会撞哦，他撞我之后，我会去撞到妈妈，妈妈会被我撞走了嘛？对，刚刚很明显，他被撞飞了。你被撞，为什么没把他撞开了？他是一座山，我怎么撞得了？哎，他是稳如泰山呐！对，阿尼，你们都有机会了啊！来，接起来我。哎，我玩这游戏不可能第一个淘汰的。对呀，怎么可能呢？喂，幸福大风吹。哎，一比呀呀，一比比呀，一比呀呀，一比比呀，一比呀呀，一比比。哦，你很挤啊！你看，我用推的啊。对。红牌啊，红牌啊！等一下，我看。你先起来，我看。看哪边坐的部分。你起来。多。你看，他根本就没坐到椅子嘛。来来来。你来你来。好稳啊。你是硬凑上去的，那个位置就是没坐到。对，而且他们还是公平啊。对啊，他最厉害就撞了。蔡小厉害哦，你们俩还夹杀人家哦。你撞得了我，你撞不了那一座山了吧？哎，不是我讲的，有时候这不是靠蛮力啊，对，要靠技巧，速度要快。是抢山了哈，加油！你们，我们如果撞得很，大家都坐上去，要检查你坐的椅子的范围。好，喂，幸福大风吹，来，一比呀呀，一比比呀。做到，观众来来，观众朋友，好，没关系，谢欣，哇，谢欣，你的职业代表，你是代表妈妈的，现在有两个艺人，他是代表观众妈妈的，所以你要把他夹杀掉，来拿掉一张椅子，加油加油加油，好，预备，幸福大风吹，一比呀呀，一比比呀。小姐没做到，你不能硬挤，来进起来，你没做到，你不能硬挤，来，好，谢谢，谢谢，拿掉一张，最后是小范范跟我们这个民众代表呢，谢欣，请站过去，跟蔡，他是代表蔡妈妈啊，
蔡妈妈，蔡妈妈，依然赢你有三千啊，小范范赢你都无啊，他一定很努力了，谢谢一定很努力啊，是啊，预备，加油，加油，加油，蔡妈妈加油了。好，中到后了，你需要这两个人了。那么小范范的速度要快，谢欣是体重占优势来，到底是瘦小的速度快会获胜？啊，还是体重高的获胜啦！我们中了，好强哦，你们挑战来。你看你，你这关很强啊，人家就不会挑战你这个。对啊，但脚底按摩呢？你如果有这么强，人家就不会挑战。对嘛？幸福大动脆呢，是谢欣代表蔡妈妈获胜。你就知道，我们艺人其实很努力帮你们的。来颁奖，谢欣来，谢谢谢欣，你们谢谢，谢谢谢欣啊，都想谢欣啊。谢谢谢谢妈妈，谢谢恭喜恭喜啊！谢谢你们幸福啊，幸福啊啊！谢谢你们，谢谢妈妈，谢谢观众朋友开心就好了啊！哎，来继续送幸福。谢欣，原来你的强项是这个游戏哦，那以后都让你去当观众好啦。不过我想观众朋友还是会找你玩健康步道赚奖金比较快。接下来到花莲有个地方不可不去，那就是海洋公园。正逢暑假期间，最适合全家大小一块来这玩乐，有可爱的海洋动物秀及好玩刺激的游乐设施哦。哇，你看啊，这沿路上来看到那个海，海好漂亮哦。对，是好蓝啊，而且来这边感觉就像度假一样，带小朋友来。对啊，放暑假都是小朋友来。哎，你们开不开心？哎，开心。奇怪，他们不去别的地方玩，一直看着我们，我们是动物吗？我们对他们来讲算是动物。真的。而且我们来到这个花莲的海洋公园，他们知道特别要欢迎我们，欢迎我们，欢迎我们，什么还没看到呢？贵宾吗？好，来一只。还有太阳马戏团的，还有，单手单手哎，单手绑起来，哦，哇，这个是太阳马戏团吗？真有力，真有力，它的设备非常不一样，看，哎呦，啊，我有蝴蝶哦，它有蝴蝶哦，好是哦。耶！哎呦，谢谢你们啊！这个好像，这个琳琅满目，好像太阳马戏团啊。我们是呈现一个海洋公园的那个太阳马戏团，海底世界的。海底世界，所以难怪有鲨鱼哥哥，这是鲨鱼哥哥吧？这鲨鱼哥哥啊，那他们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海草。飞鱼。飞鱼啊！这个飞鱼是这个。那他是演，他是演海底世界海公主啊，海公主啊，大家都知道，但是海公主是海瓜子啊，不是海王子，海瓜子啊，是是是是，海瓜子，瓜子脸啊，所以你们的表演是在里面有的，对，在里面有。那海洋公园的海公主跟其他海公主还蛮不一样的地方是，是在海洋公园里面，她是很开心的哦，所以那是靠着很多鲨鱼朋友们、飞鱼朋友们帮她一起找到她快乐幸福，要取悦她嘛，对不对？对，这个故事是从这里。所以一定有很多精彩的才艺表演在里面，这样子啊！哦 ，You're so good。我单手 ，one hand， one hand， strong。我们看 ，and and do this， this。哇，好厉害哦！哇 ，everybody， watch out， watch out， watch out， 哇 ，oh my god， oh yeah， oh my god， oh yeah， 好厉害哦！太厉害了！She's your wife? No, no. 秘密哦，秘密哦，他讲中文呢，秘密，秘密，秘密。啊，你可以。好，来，不行。宣布是啊，他有练过。哦哟，你没练过。没有练过，我要练。对，不行，太重了，太重了，太重了。你看，人家的表演很精彩，在里面，不要为了我们受伤了。啊，对对对对对。Welcome 啊，大家。台湾。哎，谢谢。大家来这边看秀啊，很精彩。哎，既然他们都在这个天气里面啊，就在这个太阳底下等着我们呢。哎呀，辛苦啊！他们都不流汗，我们已经是。对啊。好像我们怎么流成这样？好像我们俩表演一样。是是是。哦。哎，那我们就送个游戏给他们。那来，我们进行我们的喜上加喜。海盗们啊！哎呦，海盗啊！来。Oh, you're so beautiful. Thank you. You're so handsome. Yeah, yeah, yeah. 那这样，我们这个游戏啊，他们都不知道怎么玩。
how to play the game, you know? Yeah. You know? Yeah. Really? 我们不用示范吗？我们示范一下。Do we need to demonstrate? OK. Demonstrate, yeah. Yeah. 那就示范。你既然讲了，就你们两个来吧。OK, we demonstrate. Yeah. 哦，我来啊。You see, you see. Yeah. OK. 喜上加喜。加喜。来。Wait, Sergey. What's your name? Margo. Margo. 那我们派谁呢？我们派谁？不，来我。那夏尔西啊。夏尔西啊。夏尔西。夏尔西。夏尔西。安雅。安雅啊。安雅。安雅。来。很热。来一杯。那谁先来？我们先。那你有 you first， 你这个有 first， 你 first， 你 first。OK， please， 预备，喜上加喜 ，Go， 好了好了，加油了，慢点慢慢的跟上去抓了 ，Go go go， 平衡的很稳的，啊，真的跟来了，真的跟来了 ，Hold on， keep keep keep， hold on hold on， go go go， balance balance， 现在男生在上来，哦，很快 ，OK， OK， 哇塞，他们几秒？16秒，哎，前面是上的蛮快的哦。16 seconds。那我们两位来，16秒。小喜，哎呀 ，Ready，Go。好，今天不好跳哦，因为这垫子有点软哦，你要抓到很好的平衡才行哦。五位，好，下一踢，太重了，下一踢太重了，把他踢倒了。到到到。好 ，hold 着 ，hold 着 ，hold 着了。You're so good. 42秒 42. Oh my god. 来，我们颁奖。来，你也会的。You have 2000. 啊，2000 and 2000. You want to try? 有现场有观众要挑战的吗？有观众想要挑战的吗？来来来，两位。哦，有观众要挑战。对啊，两个男的，年轻又瘦，对不对？这是同学。对。你几岁啊？我18。18，你呢？18。你怎么看起来不像18？对，真的看起来不像。高中啊，你们是高中同学啊？现在放暑假了吗？开始放暑假，赚点零用金好不好？哎，好不好？18秒。怎么比？怎么比？怎么比啊？有啊。Yeah. Where are you? Is your company? Partner, partner. Partner. Find a partner. One.You want to choose partner? Boy. Boy. 老板，大白。大白车，大白车，你走。The winner. The winner is 2000. Okay. Team one. Team two. 还有 Team 实力啊。Team three. 哦，我是 Team 实力。OK。还是你跟陈润，陈润有试过。陈润 OK 吗 ？OK， 你休息来。好，我跟陈润。三组啊。那 Team one， 我们比秒数短了一杯。好，高中生，18岁的高中生。预备。靠近，靠近。来啊！第一个很重要的啊，撑住了，哦，没那么容易啊。猴子，猴子，猴子，跳高一点，跳高一点，对，对，前面压一点，不要急，不要急啊。哦，哦，快，蛮快的，蛮快的，不错，不错，不错。几秒？15秒。体重轻的，又打破刚刚记录。15。15。Yeah, let's go. Ready? 哦，有机会哦。Go.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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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Oh,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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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Oh,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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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最糟的人，好颁奖了。又招手，哎，我们有礼物啊，礼物吗？来来来，两位，这边有小礼物，送给你们，你们是第二名的，谢谢。比我们强啊，对，更强的，碰到更加15秒的，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哇，这么好玩的地方，你看看啊，这么好的地方，我们当然要为观众朋友谋福利啦。 对，没有票送给观众。有，我们的吴总经理就来送票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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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的地方吗？没有设施，对，我们是连住的地方都可以哦。对对，两个在小朋友那边两天一夜都很好玩。以前我来这边住过啊，晚上还听到大海的声音，真的吗？好美哦！早上大概五六点起来，哇，那窗帘一拉开，你看到，所以我来住过啊。是是是，我这里还有很特别的哦，那除了在我们饭店住之外呢，在我海洋公园也有可以跟海豚一起睡觉啊，可以一起睡觉。睡觉，跟海豚睡觉没有？我们跟海豚一起吃过饭了，小朋友喜欢了。哎，一定要带小朋友一起来。对啊，而且人家都花那么多钱的总经理，对不对？对呀。我们来送个游戏给大家好了。哎，好。哎，我想来这边不玩水很可惜啊。哎呀，那就来遇水则发。哎呀，哇，你贵姓？姓黄啊？你的职业是？海豚幼教师。海豚幼教师。海豚幼教。海豚幼教师怎么有这个科系？没有这个科系啊，是园区里面就是来这边才训练的，才学的。所以你是教海豚？教海豚就是训练它们，然后就是教，算教导它。那你教海豚做些什么事？睡觉？没有啊，就是接电话。基本的啊，没有啦，基本的就是帮他们做健康检查。健康啊，重要是很重要啊。是，那你这个是要吹给？对，这是我们的高音哨。哦，这个海豚听得到。你先吹看，你先吹，我们能听得到吗？有，有耳机有哎，有。海豚听到会怎样？就是这个在指令它动作吗？你就是靠用这个。有鱼可以吃了，对。对对对对，那你以前在做什么？柜姐。柜姐，柜姐。那为什么专柜小姐不做，跑来当幼教老师？就因为喜欢海豚。喜欢海豚，这重点嘛，喜欢海豚嘛，对不对？三桶哦，你看这三桶，三桶各位，有没有意义？还是两桶，有没有别的音？三桶，好，三桶啊！名字啊，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哦，三桶一火哦！来，蔡小姐，好好泼哦！你好好泼，可是没有，你如果没有泼好的话，要接受惩罚哦！来，要被，来啊，泼哦！摆 pose， 会泼到啊！摆 pose， 对，摆 pose， 对的啦，这就是你的 pose， 他泼你，不能躲哈，不能躲了。都起身，来第二桶，第二桶，一，漂亮，训练海豚的时候的 pose， 对，你的 pose 最帅 pose， 哇，只有一半水快泼到外面去了，这是专攻你从下往上啊，来，一个性感海豚做对了的 pose， 对，可爱的这个好，这个，是啊，这个，有从下面来，有啊有啊，对啊，哦，我们像照顾海豚一样照顾它，啊，接下来几桶，你说，输的可以上树。乌头啊！是，变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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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来，剪刀石头布。来，该破了，该破了，破的好，很可爱，夏小姐 ，Go。该破了。是啊，眼睛还会闭一下。第二桶，额头突然没，来，出现了，来 ，Go。
哇，吹吹吹，这个 pose 啊，是要 pose。哦耶，站站站站站，第三朵，降到了。快点，快点，降到的。好，来在地上继续，地上也可以继续攻击。降到鼻子不行，地上太残忍了，变成。接着降到，你还可以吗？那你侧面迎击可以吗？侧面了，侧面了，侧面，侧面嘛。啊，对对对对对还要装 pose， 还要 pose， 很认真的。第三种，很认真的，认真。耳朵痛了，耳朵痛了。那换另外一面可以吗？另外一面好不好？背影杀手，背影背影了。要不然你抬腿好了。预备。好，来来来，第四种啊。第四种，来，用力。OK OK。够力，来。最后一种，最后一种。抬腿。来1:1哦，现在1:1哦，1:1啊，1:1啊，1:1啊，你刚赢钱，他赢钱了，靠近靠近，决胜局哦，决胜局哦，剪刀三桶好了，剪刀石头布，还要摆 pose， 转圈，靠戏靠戏，哇嘞，哎，慢出来输，慢出来输，慢出来输了，来，有没有在看啊？还破嘞，他转身怎么会看得到？来第二桶。处理，我也在看到他了。处理，又呛到，又呛到，呛到了，又呛到。好，来侧面迎击，侧面迎击。来哦！哇，漂亮！他是会泼的呢。会，你会泼。还在练训练，来来来，厉害厉害厉害！我们换第二棒，换第二棒。第二棒，第二棒。看啊！我们怕。好了，一桶。一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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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一桶切一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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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一桶。你是看什么来决定的？就泼一泼吧，赶快泼一泼。刚开始就三桶。好，刚刚有吗？刚两桶嘛，三桶应该。好了，两桶两桶。好的，起码从两桶开始，好不好？两桶来来来，来，剪刀剪刀石头布。好了好了，来，两桶。这么快？刚破嘞！我没破，我摆 pose， 摆 pose。对对对对对，摆 pose。你没有破还被惩罚。你就帅 pose， 我最美的 pose。这样的啊。一、二、三。哦哦，你差点，你差点被惩罚了。你的水都泼到外面外面去来。还有一桶啊！来，第二桶。来，请。好烂啊！所以我说泼两桶是不是多的？就一桶就好了。那第二桶泼成这样。哦，那我们下一把现在要几桶呢？好了，半桶，半桶。哪有这半桶？哎，三桶了，三桶了。啊，剪刀石头布，要赢了，好不好？来，来，请泼。这让我练习了，来一个泼嘞。来。哎，你有一半在外面了，来，你站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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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个示范一下，帮个示范一下。在这边，帮他。啊，你有一半在外面，没看到吗？摆你，摆 pose， 摆你十几年 pose。啊，背面啊，正面，正面，正面啊，正面。你正面干我干嘛？你正面对我，你不能正面对我吗？正面，正面，正面，正面。哦耶，哦耶 ，OK。一字马。你站稳好不好？练武的，练武的。从那腰部这边冲，对不对？对啊，他会不会弹出去？你看他会不会弹出去？他本来就体弱瘦小，声音有这样嘣，啪一声的，对啊，应该是这样来，别客气啊，你不要害怕啊，下回没有，出手不够狠，我修理你了啊。1:1啊，你输了就拿不到奖金哦。男生精彩，那是三桶了啊。下回就够狠的。三桶，三六桶，你要六桶。开始压轴在六桶，三桶先开始。来，剪刀石头布。哦，有没有差一点点？你看，一开始三桶，三桶，三桶，三桶。来，帅点，帅帅帅气，帅气，绝对不能动啊！你会破，厉害厉害，哇，厉害厉害！换一个炮，啊，下期会啊，会不会啊？下期会啊，杀你！号角响起来，师弟好。师弟啊！哇，漂亮一声嘞！漂亮，漂亮一声嘞！谢谢。想报仇吗？想。来，喂，吴总，激动，吴总，吴总啊！来，有套，吴总来。哎，直接面对面，我们不 say 了，好不好？剪刀石头布。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他破了，他破了！
了，谢谢你了。有力道，有力道，但没有准哦。有力道哦。第三他的头发，拨他的头发，对，他头发吹很久，对，吹三个小时，吹很久了，该看我了。手不能挡脸，手不能挡脸，第几桶了？他三桶。好了，不能挡脸，不能挡脸。第四桶了，不是第四。哎，哇，好会哦，厉害。最后一桶，最后一桶。来，冲鼻孔，冲鼻孔。不错，水沟油啊。哇，这样相差很长，最后一拳大家都没占到便宜，三桶就好。现在双方一比一哦，三桶就好，三桶就好。我们留点时间给观众来挑战。好，来，最后一拳了，来啦，剪三桶，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哇，不知道奖金了，下去，三桶，三桶，跟他讲你是谁的师弟，师弟，我是瓜哥公司的人，所以，哇。分到我这里来了，董哥公司的人，耶！来最后一个，还有谁？哪个公司的？哎呦，我是综艺大集团公司的人。厉害！哇，厉害厉害厉害！因为我现在问他一下，你都没说话，你是哪里的人？厨房的。那是厨房，你是厨房的人。对，三位没成功嘛？来，对对，来来来，三位不好意思，送你小礼物啊！来，两位，两位女生。两位要签，准备来。那好，来，谢谢，谢谢。勇气十足啊！我问你一件事啊，来，哎，你当这个幼教师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跟孩子们在一起。哦，对对对。孩子们会不会有脾气？会啊，会啊。那怎么办？我们会彼此冷静一下。真的？所以你还会跟他冷战沟通？他会抗议是吧？他会。他会抗议啊！所以啊，动物也是很可爱的啊。谢谢你哈。谢谢。有要挑战的吗？来挑战。好，那你男生男生，你跟谁来？跟姐姐。跟姐姐，你呢？跟谁？跟朋友。跟朋友，泼你水没关系啊，就一桶就好了。好，你挑一位女生，这么多女生你挑谁？来站出来，一字排开。我们那个蔡小杰啊，安娜的这五个你要挑谁？一拳就好，谁比较笨？小杰哈，他比较笨，对不对？好，比较漂亮。我们一条一条处理啊。有两种选择，一个是1000块红包，一个是门票一张。你赢他，你要选套票还是选1000块红包？随便你。二选一啊，好不好？好，一拳了。输的湿的我不管你了。好，来剪刀石头布。哇，输你了。一桶，一桶，来一杯。杯，王子。漂亮的，漂亮，漂亮。刚破了，刚破了。Go。看仔细放后面，还可以。马上瞄准，用手一下，谢谢啊。玩得开心哦，要玩得开心哦哈。谢谢你，赶快去玩。第二位，第二个女生，你要挑谁？你要挑谁？刚刚才来的。一个小杰，你挑的。董哥，哎，好，来来来，不是他挑女生啊。你要挑男生。小范范啊。小范范，小范范，软嘛哈，来。好，一样嘛，他一样选一的选项嘛哈。对，剪刀石头布。哇。来，怎么接连？手气这么好啊！小范范，你破好。好，性感的。OK 了 ，OK 了，破了。耶耶耶！耶，够。他破嘞！我来，下回去来就可以了。下回去。等一下，妹妹啊，我们会送你一张券。弥补，他刚刚第二个桶丢你，他这样丢你，下河西帮你报仇，你慢慢看，来，好来，他这桶是为你的，好来来，你站好哈，来喽，漂亮啊，来，你这要破手，你要讲什么吗？要讲什么吗？你是谁的师弟？我是综艺大集合的人。那你怎样？看到没有，这个很要彩，来，我们要待会送你一张票，好，800元票，谢谢你啊，谢谢。你心里没受伤吗？没有受伤。谢谢。来，那个男生。哎哎，来，大哥。啊，董哥来挑战你了。哎，直接投。好。小心啊，我们董哥很厉害的哦。是。拳王。剪刀石头布。来吧。太精彩，太精彩。好看啊！水刀流，水刀流。不是他这样泼了，头发都没塌哎。OK， 好，他会泼了。来，我们是送你。啊，你要选什么？他要选什么？你要1000块红包还是套票？你要选什么？选套票。套票。我们送他一组套票哈。好，我们送他。好的，好的，好的。
喜你，海洋公园的好不好？恭喜你啊！谢谢哇。今天呢玩得蛮开心的，对，而且呢夏天呢玩到水都觉得消暑了。对呀，你看来到花莲了，花莲很多，今天介绍好吃好玩的。对，希望大家呢也不用一定要跑到国外去啊。是是是，台湾这个内需的需要，我们这个是台湾最漂亮的后花园啦。对，一到睡也睡了。哎，好，别忘了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八点锁定《民视》送给我们的综艺大集合。